大家好，欢迎 K 嘅视频啦。今我哋继续巨星上错新系列啦，而今次咧互换倾向嘅球员系基斯保罗啦，同埋 Westbrook 嘅。咁画面上咧，我已经将佢哋一放到咗2000届嘅选秀名单入边噶啦。咁新手基斯保罗总评咧系 B 嘅，而新手 Westbrook 咧总评系 C 加嘅。咁我 check 过啊，其实交换倾向之后咧，两个人嘅潜力依然系好高啊。成为巨星，我相信只不过系时间问题嘅啫。咁亦都系侧面咁样证明咗阿 Ben 嘅倾向系有几毒噶啦。咁啊，直接系废咗利拿德啊，真系好犀利啊！咁既然咧佢哋嘅潜力都系咁高嘅话咧，呢条片我会 focus 喺入场方面啦。咁譬如第一个赛季嘅话咧，我会入场睇下两位新手嘅表现啦。呢条片嘅话咧，应该至少都会入场三次啦，而且跳入比赛时间咧，应该唔会太迟嘅。咁啊，希望可以剪辑更加多嘅 highlight 啊！所以中意嘅跑者记得多啲点赞啊！其实我系几中意呢个系列嘅。咁 OK， 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模拟啊！球探报告就唔使睇噶啦，上限嘅话咧都系名人堂嚟嘅，佢哋应该都会打出嚟噶啦。诶，基斯保罗嘅下限系基斯保罗啊，冇问题啊，即系咁多废话嘅。好啦，咁跟住嘅话咧，第一个赛季就开始咗啦。咁见到 Westbrook 系俾火箭队拣中嘅，咁佢系第三顺位啦。咁啊 ，Westbrook 同埋基斯保罗咧两个人啦喺现实入边咧都系第四顺位嘅。咁见到新手 Westbrook 嘅话咧，77总评啦。咁呢个三分波系 D 加嘅。咁依家系拥有咗基斯保罗嘅倾向啊。嗱，值得注意嘅系咧，基斯保罗呢个倾向咧，投篮倾向唔系太高嘅啫。咁当然啦，三分波嘅话咧，呢个出手倾向应该系高过位置平均嘅，冇错嘅，有85啦。咁所以咧，应该个三分波有进步嘅。其他嘅话咧，篮板 D 啊。Westbrook 攞板 OK 嘅、哦，三双王嚟嘅、哦，成日 triple double 嚟嘅、哦，呢、这个应该之后会发展系嘛？咁跟住嘅话咧，篮球智商又差啲咁样啦，其他嘅话咧冇问题噶啦。咁跟住基斯保罗呢边就比较阴功啦，佢俾流马拣中嘅，一拣中咧就已经受伤，右膝盖受伤啊！呢个伤停咧4至6周嘅，哇，好惨啊！咁佢嘅话咧系第二顺位嚟嘅。咁啊 ，Westbrook 嘅投篮倾向咧就高好多啦。咁佢系80总评啦吓，咁比较差嘅话咧，三分波啊，三分波 D 加。咁但系依家你拥有咗 Westbrook 嘅倾向啊，三分波可能嗰个发展嘅速度咧，Westbrook 都射嘅，都会进步嘅。咁跟住嘅话咧，内线防守呢啲冇乜所谓嘅，篮板又系差啲啦，体格差啲啦，可以理解。其他嘅话咧就冇问题。咁迟啲嘅话呢，佢哋新秀赛季嘅交锋呢，我应该会入场睇嘅。咁一个东部一个西部嘅话呢，一个赛季应该就两次交锋嘅啫。咁所以啊，我睇下啦，睇下个时间啦。好啦，咁跟住嘅话呢，模拟到3月18号咁啊，两个人嘅第一次交手呢，就即将开波㗎啦。咁其实之前嘅话呢，流马系击败过火箭嘅。呢场波话呢，基斯保罗有伤冇打嘛。咁 Westbrook 就有打嘅，攞咗9分，手感都麻麻地嘅啫。咁暂时嘅话咧，睇翻呢个流马嘅战绩啊，35胜32负啦，系分区第六名嘅，有机会打季后赛。而火箭呢边嘅话咧，就分区最后一名啦。咁两队波嘅阵容咧系有啲差距嘅，流马呢边嘅阵容系会好啲啦。咁啊，基斯保罗嘅话咧，场均20.4分，8.3个助攻，1.9个塔波。我谂最佳新手应该系佢啦，总评亦都系比 Westbrook 高啦。三分波依家系 C 加。咁跟住嘅话咧 ，Westbrook 呢边总评就78啦，三分波嘅话咧仲系 D 加嘅，仲系一般般。咁啊，场均12.5分，3.1个板，6.4个助攻啦，唔紧要嘅，新秀赛季啫。咁啊，就算话有一打季后赛呢个赛季，你话流马上到总冠军咧，应该都系比较困难噶啦，唔紧要嘅。咁我哋就入场啦，睇下呢一场比赛啦。第一次嘅交手 ，Sim Case， 我哋可以早啲入场嘅，半场结束嘅时候入场啊。好啦，咁呢场波半场结束。第三节嘅话呢，就已经系打咗18秒㗎啦。暂时呢，火箭领先啊。暂时嘅话呢，基斯保罗系15中5嘅啫，三分波7中2，攞14分啦。Westbrook 呢边嘅话呢，6中2啊，攞咗10分嘅。咁入场睇下两个打成点样啦。好啦，咁嚟到现场啦，我都系剪辑两个人嘅镜头啦。咁一入嚟嘅话呢，见到基斯保罗啊，好勉强咁样单打 Westbrook 啦。咁跟住嘅话咧，接波之后啊，出手倾向确实高啊，三分咧毫不犹豫咁样出手嘅，系唔入啦。咁跟住 Westbrook 呢边嘅话咧，急停跳投都冇嘅。然之后嘅话咧，基斯保罗又系 catch and shoot 啦。咁但系依家嘅三分波能力仲系比较曳啊，仲未成长嘅。咁跟住嘅话咧，单打 Jalen Green 非常勉强啊。咁见到基斯保罗已经系手感冰冷啊，而
然后嘅话背身单打啦，咁跟住一个 fade away 都冇嘅。咁啊，值得一提嘅系咧，基斯保罗原先嘅倾向咧系完全冇背身单打呢一样嘢嘅。咁但系 Westbrook 就有啊。咁啊，入场之后嘅话咧，两个人就都系打铁噶啦。咁当然基斯保罗更加疯狂啲啦。呢边终于有啦。好啦，咁见到基斯保罗开斋啦 ，Westbrook 呢边咧同样系不甘示弱嘅，呢边咧谂住单打啦。咁但系转身之后咧过唔到基斯保罗啊，但系唔紧要嘅，咁啊都算系比较冷静啦，放个阿里奥俾到咗 Jalen Green 啦。咁啊基斯保罗呢边嘅话咧，话知你春夏秋冬啊，反正咧我就自己掹噶啦，反正我就自己射啦。好啦 ，Westbrook 呢边咧 wide open 嘅机会，三分炒粉嘅。呢场波结束之后啊，火箭呢边咧要 check check 个篮筐啊，应该系揼鸠歪晒噶啦。两边嘅框都要 check 啊。啊，基斯保罗上下半场咧都。好平均咁样揼歪咗两个框㗎啦吓，咁啊 check 到呢个损坏程度之后呢可以发返张单俾阿基斯保罗㗎啦，等佢嚟埋单就 OK 啦。Westbrook 呢边嘅话呢其实打得都还算 OK 啦，算係比较冷静嘅，有啲传波呢係俾到空位嘅球员嘅，只不过唔饮解啦。咁当然佢自己嘅三分波，呢两个人嘅三分波能力依家仲係比较曳嘅。咁基斯保罗嘅话呢就非常之多啊，勉强嘅上篮㗎啦。咁所以嘅话呢你话新秀赛季入场嚟讲呢互换倾向啊对于基斯保罗嘅伤害应该系比较大㗎啦。有理冇理都系冲埋去啦。嗱呢个波其实呢 Westbrook 传返出嚟啊呢个选择系非常合理嘅，只不过队友唔敢解啫。咁啊最后嘅三分钟左右嘅时间呢流马呢边系收低咗基斯保罗嘅。咁亦都系同意呢个换人嘅操作。因为基斯保罗真系铁到离谱啊！咁跟住嘅话咧，我哋见到 Westbrook 上线啦，起码即系话入场咧都见到佢有攞分啦，咁啊 OK 噶啦。最咩比分啊？83-93啦。咁啊，两位未来超级巨星嘅第一次交手，场面啊真系惨不忍睹嘅。咁但系都算系 Westbrook 赢咗噶啦好啦，咁啊赛后再睇翻呢一场啊史诗级嘅比赛。交出嚟嘅数据啦，咁啊基斯保罗嘅话咧，31中6，三分波13中2，攞得有16分，2个板7个助攻，喂25铁系咪呢个基斯保罗即系现实入边嘅纪录嚟啊？应该系啦，系嘛25铁真系唔系咁容易啊，而且基斯保罗唔算系嗰啲蓝头嘅球员嚟嘅，咁其他球员嘅话咧，林维特都唔好多去边啊，21中7啦，攞咗16分嘅。咁啊，火箭队呢边嘅话咧 ，Westbrook 13中2啊，本身13中2咧呢个标高系好低嘅，打得好曳嘅。咁但系喺基斯保罗对比之下咧 ，Westbrook 嘅表现都 OK 啊，三分波6中1啊，起码都中咗个啊，好似效率都冇问题、啊。哇，第一次交手真系够晒精彩啊！喂，呢场波之后点会有人相信呢两位系未来嘅超级巨星？真系唔好呃人啊！好啦，咁跟住嘅话咧，第一个赛结束啦，咁啊面下老莫兰大 MVP 啦，基斯保罗最佳新秀啊。虽然话咧入场嗰场比赛狂打25铁，咁但系最尾嘅话咧呢、这个三分波嘅标高系33%嘅。新秀赛季嚟讲都还过得去啦，20.3分、2.6个板、8.5个助攻嘅。投过到最佳队人啊 ，DPOY 字母哥嘅，咁啊新秀一阵嘅话咧，应该都有 Westbrook 嘅，冇错啦。咁最尾就12.4分、3.1个板、6.4个助攻嘅。流马嘅战绩咧系42胜40负啦，分区第7名嘅，火箭嘅话咧就25胜啦，最后1名嘅。咁接下嚟嘅时间咧，应该就系佢哋咧慢慢成长啦。我就唔会每个赛季都咁样模拟嘅，即系有机会挑战冠军嗰阵时候咧，我会停止一下嘅。咁当然啦，当佢哋咧到达呢个巅峰嘅时候咧，都会停止睇翻场比赛嘅，应该仲会入场2次嘅。咁啊呢个赛季我哋直接模拟啊，流马呢边系8号种子 ，OK 嘅，咁啊第一 round 就面对波塞啦，点样0-4，唉，干净利落啊！基斯保罗呢个季后赛点样啊？打成点啊？职业生涯嘅第一个季后赛，哇，25.8、9.7个助攻，三分波好准、啊，哇，罚波咁曳嘅，喂 ，OK，、啊、新秀赛季季后赛算系咁咯，哇，唔好讲算系咁啊，场均25.8分真系好犀利啦，仲有9.7个助攻啊！好咁，所以嘅话咧，最尾嘅总冠军啊，最尾嘅总冠军咧系灰熊嘅。咁跟住嘅话咧，莫兰特系 MVP 啊。好啦，咁跟住嘅话咧，我就模拟到第三个赛季啦。咁见到侯斯顿火箭咧系杀入决赛嘅噃，佢哋咧亦都系分区排名第一名嘅，54胜嘅战绩啊。其实咧，依家阵中啊，即系你话大佬嘅话咧，仲系 Jalen Green 嘅。
Westbrook 嘅总评咧，上升幅度唔系话太犀利嘅啫。佢依家好似都未入选过呢个最佳阵容嘅。睇翻奖项嘅话咧，入选咗一次 All Star， 但系咧冇入选过最佳阵容嘅。其实仲喺度进步紧啦，三分波都只不过系私家啫，系有进步嘅。咁但系咧未系最犀利嘅时候啦。咁但系季后赛话咧，应该讲下嚟到决赛话咧 ，Jalen Green 系有伤嘅。咁另外嘅话咧，其实见到流马咧都有入到季后赛嘅，佢哋系分区第四名嘅。咁但系咩回事呢？止步第一轮咧，因为基斯保罗成个季后赛都系有伤嘅。咁其实佢嘅总评咧依家系上升得唔错啦，三分波咧已经有 A 噶啦。呢个赛季场均 28.2 分 ，10.4 个助攻啊。可以讲系 MVP 级别嘅数据啦，咁但系季后赛就系有伤啊。嗱，如果火箭攞到赛点，我哋可以入场睇啊。咁但系冇咗 Jalen Green 嘅情况下咧，其实火箭呢个阵容啊，好困难嘅。系咪 Westbrook 冇错啦？呢场波26+7+10啊，一个非常之冷静嘅 Westbrook， 可唔可以实现奇迹咧？第二场波 Westbrook 21分都 OK 嘅。啊，唔系第二场波啊 ，sorry， 系第四场波啊，赢嘅第二场波。咁跟住又话咧，天王山之战，哇 ，Westbrook 大队连追三场，真系 Westbrook 一个冷静嘅 Westbrook 啊，33分、4个板、10个助攻，喂，私家嘅三分波啊，咁但系睇上效率唔错噶，所以3-2领先啊 ，Sim Case， 喂，趁住 Jalen Green 依家伤咗 ，Westbrook 咋咋林搞掂呢个 FMVP， 哎呀，呢场波。呢场波，哇！第四节嚟啦，最后关头可以入场睇嘅。最后4分23秒，火箭仲系领先啊！呢场比赛嘅话咧，睇下先啊。Westbrook 12中3啊，13分。呢场波系麻麻地嘅，之前嘅比赛系冇问题嘅。好啦，咁啊嚟到现场啦，咁首先见到火箭呢边第一次嘅进攻啊，冇咩时间啊，飙咗呢个 Christopher 啦，所以呢个处理都系比较勉强嘅。咁啊，根宁咸嘅话咧有啲伤啊，话喺呢个 crossover 逼咗阿布列治斯，哇，跟住 long 做又逼咗阿 Westbrook， 哇，但系准还准啊，即系咁样射有啲离谱啊。其实 long 做依家系好准嘅呢三分波，咁但系系呢个集定嘅情况下，唔系咁样飘而出手嘅情况下 ，Westbrook。为什么他换了个 number 的，我没有改过 number 那些东西的。好啦，那胡特胡特想走过来 set 个 pick 的，但是几次都没有挡到啊，两个人的默契好像麻麻地这样的。好啦，这边 Lonzo 的话呢转换的进攻啊，轻松坐进的。刚才见到 Lonzo 这场波手感麻麻地的啫。好 ,Westbrook, 12号的 Westbrook 啊。怎样，那借布利兹斯的 pick， 哇有得爆唔爆，选择个 step back 嘅三分，咁但系依家三分都仲系比较曳啊。Kelton Johnson 点样嚟到呢个位置好深啦，直接上冇问题嘅，咁就追到1分嘅分差啦。咁啊 ，Westbrook 依家手感冰冷啊，今次嘅进攻拉开啊，谂住单打 Lonzo 啦，但系 Lonzo 防守唔错啊，然之后话啲换防，哇 ，Westbrook 霸王硬上攻啊！这个波是做回自己的。好啦，咁啊 ，time out 结束，活塞呢边嘅进攻啊，咁啊大伤出战嘅根宁咸呢个波就有啲勉强啦。布列治斯自己带波啊，跟住又话咧啊 ，Christian Wood set 个 pick， 然之后哇自己嚟啦，推开咗呢个九号仔普迪斯啊，咁啊布列治斯今晚都20分噶啦。哇！火箭呢个阵容，如果真系攞冠军，真系犀利啊！好啦，咁啊，又一个 time out 结束啦。普迪斯边线波俾到 Lonzo 啦，跟住俾到根宁咸 wide open 嘅三分，但系大伤出战啦，应该系有啲影响噶啦。火箭呢边 Josh Green 俾到 Westbrook， 跟住 Westbrook 俾到 Christopher 又话咧兜个 pick 甩咗个波，未甩噶 ，Josh Green 抢翻啊！跟住又话咧，活特 set 个 pick 冇咩时间噶啦，好似有啲空位，最尾传翻出嚟好似慢咗啲啊，咁啊活特呢个波就冇办法啦，勉强出手啦。Kelton Johnson 俾到 Lonzo 啦，哇又系自己嚟咯，转换嘅进攻啊，第二次噶啦，一个才中一个上篮啊，三分嘅分差。Westbrook 今次又话咧应该系上单打嘅，哇一个 no low pass 谂住俾活特嘅。但是巴格利就看穿了 Westbrook 这个意图了，跟着的话呢巴格利、自己来就没有了，这个球给到根宁咸，
起翻巴格利，咁啊传嚟传去之后咧，俾到 Long 做，哇冇时间咯噃，都冇走到咩空位出嚟啊！咁最屘格林咸夹硬出手，哇！大伤出战啊，格林咸大心脏啊，真系夹硬掹噶啦呢个波。跟住 Westbrook 呢边，冷静啲啊！哇！喺人堆入边啊 ，Westbrook 都系自己嚟噶啦！哇，咁样都放入 Westbrook 入嗰两个波，我认为系做回自己啊！同基斯保罗倾向真系冇咩关系嘅。好 ，Lonzo 巴格利点样？巴格利普迪斯，跟住话啲 Carson Johnson 有冇咩时间啊 ？Carson Johnson 之后自己上，活特钉板 block shot 啊！慢慢嚟啊，火箭呢边啊，传翻出去啦，慢慢嚟啊！我哋接边度做 Westbrook 啊？都系忍唔住啊！三分系有空位嘅，出手系唔入啊！好啦，咁啊，睇到老活塞呢边咧，用埋最后一个 time out 噶啦，嚟啦，跟定下，借一个 pick 之后咧，可以摆埋内线噶啦。跟定下打板系唔入嘅，活特有板啊！然之后嘅话咧就要上线啦。咁啊，活特最后防守端嘅表现唔错啊！但系呢个罚波好关键啊，起码都入一个好啲啩。结果佢两罚全炒啊！活塞呢边仲有机会嘅，跟尼咸系咪再掹多个三分呢？点样处理？哇，俾到咗 Long 做，冇时间啦 ！Long 做三分出手系唔入嘅。咁啊 ，Westbrook 今次嘅防守都算到位噶啦。哇 ，Westbrook 带领呢队侯斯顿火箭成功夺冠啊！呢、这个冠军嘅含金量真系好高啊！好啦，咁啊，赛后见到呢个西拿斯教练啊，手捧奥拜恩杯啦 ，FMVP 嘅话咧，俾到咗 Westbrook 嘅第三个赛季啫，恭喜佢啊！好啦，咁亦都见到啊 Westbrook 呢个 final 嘅数据咧，场均 21.8 分、4.2 个板、8.7 个助攻、2.2 个塔波啦。咁其实30%嘅呢个三分波命中率啦，佢依家系 C 加嘅三分波属性啦。我觉得都还算 OK， 都算系控制住咗自己啦，而且带住呢个阵容咁样夺冠、哦，即系佢之后嘅话咧就布列治斯84总评嘅啫，就咁样呢个阵容、哦，呢、这个冠军真系价值连城啊！咁接下嚟嘅话咧，我当然都仲会继续无疑嘅，我就希望啊基斯保罗咧可以健健康康啦，亦都可以咧带领球队咧可以交出一个比较好嘅战绩咁样嘅。好啦，咁啊，紧接住嘅下一个赛季，即系第四个赛季嘅话咧，系唐我夺冠嘅。咁呢个赛季嘅话咧，基斯保罗就真系健健康康啦。咁球队最咩话咧系分区第二名啦。咁啊，东部决赛嘅话咧系输俾活塞嘅。嗱，咁我就真系有啲谂法啦。因为流马嗰个阵容咧系咁样嘅，佢嗰个球员结构咧系好固定嘅，啲球员咧都已经签咗新合同啦。喺呢队波嘅话咧，虽然话呢个赛季战绩 OK， 但系接下嚟嘅话咧，应该会走下坡路嘅。所以一阵间嘅话咧，我就会自己操控啦，唔同基斯保罗续约嘅。咁其实佢依家嘅数据就真系完全冇问题啦，而且非常高效啦。咁啊，费事浪费自己嘅青春啦。而呢个赛季话咧，火箭啊，唔知做乜鬼啦。上个赛季嘅总冠军突然之间打咗个37胜嘅战绩啊，依家系分区第12名嘅。这个赛季呢个赛季呢 ,Jalen Green 系健健康康嘅。咁都真系唔明啦，依家 Westbrook 系90总评啦。咁当然啦 ,Westbrook 呢边嘅话呢，佢仲唔续约就自己选择啦。因为佢就算留喺度呢都系合情合理嘅。好啦，咁跟住嘅话呢，第五个赛季就开始咗啦。咁见到基斯保罗呢系选择签约马密热火嘅。其实呢个选择都只能够讲系麻麻地啦，因为 JB 依家37岁啦。年纪摆喺度啦，咁啊签咗份长约嘅，仲有3年啦。拉云嘅话咧，31岁啦，只有83总评嘅啫。咁球队入边嘅话咧，有个后生仔呢个福特嘅话咧，应该系佢嘅最佳拍档嚟噶啦。咁啊第6顺位呢个系假人嚟嘅，依家系2年级生啦。咁跟住嘅话咧，仲有个东尼帕加，但系打咗3年都只有80总评嘅啫，应该东尼帕加就打唔出嚟啦。而且仲要系同位置嘅球员啦，所以基斯保罗嘅未来咧。都唔一定系见到光明啦，可能仲系比较难挨嘅。咁啊 ，Westbrook 呢边嘅话咧，就如无意外啦，就同呢个火箭续约啦，咁亦都系正常嘅操作嚟嘅。5年2.01亿啦，
冇问题嘅，作为呢个火箭嘅公分人物，留喺度系好正常嘅，我可以继续无疑啊。好啦，咁跟住嘅话咧，第五个赛季嘅季后赛咧就即将开始啦。咁呢个赛季真系要停低讲讲啊。头先我话咧，即系基斯保罗啊、加盟热火，好似呢一个选择麻麻地。咁但系你真系唔好睇小佢嘅带队能力啊！热火系分区第一名嘅。哦，依家东尼帕加有伤，不过啊轻伤咁样啦，伤停二至四周，史奥特都有伤啦。咁会唔会系 JB 都即系由伤入边仲有油啊？睇下佢数据。哦，13.1分、4.8板、5.2个助攻啦。我头先见到咧，基斯保罗系攞咗呢个赛季嘅 DPOY 嘅，冇错啊。你睇翻佢嗰个塔波嘅数据啦，2.5个塔波，大家都知道啊，基斯保罗塔波一向都好犀利噶啦。拉云仲有冇油啊？15.8分啊，都 OK 喎、啊，依家都32岁啦。咁、这个中锋福特嘅话咧，都 double double 嘅数据啦，唔错嘅，睇下有冇机会攞个总冠军咁样啦。火箭嘅话咧，哦51胜嘅战绩系分区第二嘅。咁呢个赛季起码就叫做系正常翻咁样啦。咁啊 ，Westbrook 嘅数据，23.3分、10.8个助攻、4.8个板啦。我希望佢哋两个咧有机会啊喺决赛相遇嘅。咁之前嘅比赛，即前边几 round 嘅话咧，就直接无疑啦。睇下点样？热火呢边，哇，4-3。咁跟住嘅话咧，火箭呢边系4-2嘅。继续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 热火4-1。火箭继续4-2，咁跟住又话咧分区决赛，热火，哎呀，基斯保罗啊，运气仲系差咗啲啊！火箭继续4-2嘅，嗱，如果火箭呢边攞到赛点，可以先 case 嘅；如果公牛攞到赛点，就算啦。公牛咩阵容啊？啊，喂，点乜黑屏嘅？哇 ，2K22新功能黑屏啊！我第一次见到呢个黑屏嘅啫。阿连拿斯跟住又话咧 ，Zion Williamson， 哇，阿连拿斯好似系 MVP 嚟嘅，真系比较难搞啊！咁睇点样啦？天王山之战，好，火箭攞到赛点嘅。头先嘅呢场比赛，哦 ，Westbrook 16分、13个助攻嘅，唔错啊，都有机会争下呢个 FMVP 嘅。有冇机会入场先？咁啊，依家系第五个赛季啊，火箭嘅话咧已经系第二次杀入 final 噶啦，最后时刻呢、这个比分。唔够接近啊，唔够接近嘅，所以嘅话咧呢场波系公牛赢波啦。Westbrook 三分波有啲少少，咁全场话咧27+7+7啊，所以 Game Seven 咯波 ，Game Seven 咯波，系点样？火箭主场嘅，但系阿连拿斯搭 Zion Williamson 呢个组合喺二 K 入边，哎呀真系无敌啦，所以最后一场系大炒啊！哦 ，Jalen Green 仲要伤咗嘅 ，Westbrook 呢场波就麻麻地啦。嗰边嘅话咧，阿连拿斯，哇，你睇下佢哋两个真系怪兽级别嘅表现啊！咁所以嘅话咧，公牛夺冠啦，阿连拿斯系 FMVP 嘅。咁啊，接下嚟嘅时间，我可能会继续无疑嘅。咁但系如果第七个赛季仲系即系冇机会入到 final 啊，即系讲紧呢两个人啊，冇机会入到 final 嘅话咧，我就揾一场啊，即系佢哋两个之间嘅交锋就算噶啦。好啦，咁跟住嘅话咧，就已经系模拟紧第七个赛季啦。咁啊，上一个赛季、第六个赛季咧，两个人都系冇办法夺冠嘅。咁老实讲，依家呢队热火嘅实力咧，就真系一般般啦。咁之前都已经系预测过啦，基斯保罗呢队波未来都唔会话一片光明嘅，真系有好多嘅老将啊。咁依家系分区第五啦，但系挑战冠军系比较困难嘅。咁啊，基斯保罗呢个赛季嘅数据都仲系好犀利啊。其实佢嗰个奖项咧就要比 Westbrook 就真系丰富好多啦，因为佢啲队友就真系差咗少少咁样啦。咁你睇翻 Westbrook 嘅话咧，始终都系搭住呢个 Jalen Green 啊嘛。咁其实佢就入咗一次三阵嘅啫。咁当然佢有一个总冠军同埋一个 FMVP 啦。呢、这个赛季嘅数据啊，19.4分、10.3个助攻啦，还算 OK 嘅。咁佢哋两个嘅话咧，嗱，依家嗰个三分波都系 A 加噶啦，真系巅峰状态啦，可以讲系巅峰状态啦。咁我都讲过呢个系列嘅话咧，应该讲系呢条片啊会比较 focus 喺入场呢个画面嘅。咁所以咧系点样啦 ？Same case。咁如果比分系比较接近，可以第四节再入场嘅。咁如果拉开咗嘅话咧，冇拉开啊。咁啊，第四节嘅时候我哋入场就系啦。第四节
依家嘅话咧开始咗五秒，火箭咧领先四分嘅，好入场啦。好啦，咁啊嚟到现场啦，咁啊都系剪辑啲个人嘅镜头啦。一入到嚟咧，咁见到基斯保罗华丽嘅转身啦，但系 Westbrook 冇身位啊，上篮唔入嘅。Westbrook 呢个波空篮都唔上。真係好似冇咩出手嘅欲望咁樣啊！咁跟住呢個波又係啦，咁啊嚟到右七區啦，咁都冇話咧，即係自己夾硬上啦，掟俾呢個假人 Ryan 啦，啊處理得唔錯嘅。咁跟住話咧，基斯保羅嘅上籃啊，終於得分啦！咁見到基斯保羅得分啦 ，Westbrook 呢邊咧諗住話自己都開齋啦，呢個波就有啲勉強啦。咁兩個人單打嘅成功率咧，即係講緊啦，互相單打嗰陣時候咧，成功率都係比較低嘅。好啦，咁呢边 Westbrook 底角嘅三分系命中嘅，都唔使话 O 晒嘴噶啦。依家 A 加嘅三分波啦，咁基斯保罗呢边嘅话咧就铲篮啦，佢嘅三分出手就唔算话太多嘅啫。咁啊，基斯保罗今晚啊27分咁样 ，Westbrook 回个头嘅话咧又系单打噶啦，但系真系好难过到去啊！两个人单打，大家咧成功率都唔系太高。哇 ，Westbrook！呢、这个波又系做回自己啦，唉，非常之勉强嘅上篮啊！咁啊，最后四分零钟啊，睇埋佢啦吓。基斯保罗呢、这个波点样处理？哇，呢、这个波都非常之基斯保罗啊！咁、啊、见到吸入内线嘅中锋啦，应该系中锋嚟啩，俾到咗呢个假人嚟嘅。咁啊，最近呢两次嘅进攻真系做回自己系嘛？咁啊，火箭呢边嘅话咧，呢、这个李华士啊，夹硬上篮啦，系唔入嘅。拉文。大伤出战嘅拉云啊，俾到呢个 Michael Porter Jr. 有啲攰噶啦，咁啊见到基斯保罗兜出嚟，然之后嘅话咧呢、这个假人啊识个 pick， 话系唔系噶，唔系嘅话咧就变成个单打啦，咁就非常勉强啦，最尾都揾唔到传波嘅空间啦，夹硬上唔入嘅，好似啊你话计入场嘅话咧，基斯保罗受到嘅影响系比较大啊。其实 Westbrook， 哇呢、这个波，呜阿廖俾到 Jalen Green 啊，折叠嘅背身才进啊！我感觉啊 ，Westbrook 入场打得比较合理嘅，即系都有啲话自己拣上嘅动作啦。哇，基斯保罗呢、这个位置都出手，咁啊真系勉强咗少少啦。咁 Westbrook 呢边嘅话咧，哇，冇射到嘅 ，OK，Ryan 又俾翻。都非常之勉強，即係都係有啲勉強出手嘅動作噶啦，但係冇基斯保羅咁多咯。咁其實 Westbrook 嗰個投籃傾向咧，即係每個賽季結束之後咧都有上升噶啦。基斯保羅呢、這個 pick 又係曳，哇！最尾呢個後撤步嘅 jump shot 係唔入嘅。咁啊入場嘅話咧，應該就係 Westbrook 嘅表現會好少少啦。Jalen Green 嘅上籃都好輕鬆啦，咁呢場波就差唔多啦，可以交代噶啦。睇埋佢啦，基斯保罗。今次嘅话咧，仲系单打，我都话啦，两个人彼此之间单打成功率比较差啦，分出去拉匀空晒啦，唔入嘅。咁啊，头先火箭嘅阵容咧系要比热火更加强嘅。Westbrook 今次嘅话咧过咗基斯保罗啦，咁但系后边咧仲有个假人补位嘅。咁跟住呢两条友仔嘅话咧就 jumbo 啦。Jumbo 嘅话咧，应该就 Westbrook 赢啦。咁我哋又改倾向啫，系冇改属性嘅。嗰啲弹跳嗰啲咧，冇错啦，仲系 Westbrook 咧占优噶嘛。俾翻 Westbrook 啊，冇咩时间噶啦。咁呢边嘅话咧，只一个 pick 啊，飘移嘅三分出手都有啊 ，A 加嘅三分啊，唔需要讲咁多道理噶啦。咁呢场波就真系冇晒悬念啦。拉云。好嘛，基斯保罗攞波噶啦，高位嘅掩护啊，呢、这个福特嘅掩护啦，然之后嘅话咧速度慢咗少少啊，如果真系下下都爆埋去嘅话咧，对于基斯保罗嚟讲啊，受到嘅影响就真系会比较大啦。咁啊，睇埋火箭呢次嘅进攻啦，李华士俾咗 Westbrook 嘅，咁跟住嘅话咧 ，Westbrook 借一个 pick。速度方面嘅话咧，仲系有优势嘅，咁啊轻松上篮啦。最尾比分吓119-104啦。咁啊，第二次交手嘅话咧 ，Westbrook 所在嘅球队咧，仲系击败咗基斯保罗所在嘅球队嘅。咁当然实力之间系有差距嘅。好啦，咁啊，最后再睇翻呢一场波嘅数据啦。其实入场之后，我觉得 Westbrook 打得 OK 嘅，仲入咗两个三分添啊。咁但系之前嘅话咧，可能系打得比较曳啦。咁所以全场波就18中6，咁最尾就15分10个助攻嘅。
基斯保罗嗰边嘅话咧，入场之后我觉得就麻麻地，咁所以嘅话咧就21中11，全场嘅话咧就27分啦。你话睇呢个入场嘅话咧，基斯保罗呢边受到影响好似系比较大啊，两次入场咧，即系两次嘅交手啊，打得都系比较曳嘅。Westbrook 嘅话入场还算 OK 啊。好啦，咁跟住嘅话第七个赛季结束啦，两位 Lobo 系 MVP 啊。咁佢喺二 K 入边咧，啲罚波啊系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居里都比唔上佢嗰种程度啊。咁啊，最佳新秀系假人嚟嘅 ，Cole Anthony 最佳第六人啦 ，DPOY 系基斯保罗嘅，呢个系佢第二次获奖啦。咁啊，最佳阵容嘅话咧，咁见到三阵有基斯保罗啦 ，Westbrook 嘅话其实真系冇点样入选最佳阵容嘅。咁但系热火嘅战绩就比较曳啦，热火战呢边嘅话咧系分区第一名嘅，其实 Westbrook 都坏。两个人都有伤啊！哇 ，Westbrook 直情系报销啊，呢个季后赛都打唔到啦。咁其实 Westbrook 嗰个常规赛都打得系比较佛牌嘅。咁佢依家就攞住一个总冠军，一个 MVP 啦吓。其他嘅奖项就真系唔多啦。咁啊，热火就呢个咁样嘅阵容啦，模拟埋呢个季后赛就 OK 啦。咁啊，我相信呢两队波，你话攞总冠军应该都系比较困难噶啦。基本上，哇，喂 ，Jalen Green， 哦 ，Jalen Green 都有轻伤嘛。咁但係连第一 round 都过唔到係曳咗少少啦，熱火呢边嘅话呢係点样呀，都係第一 round 嘅，咁但係熱火嘅阵容比较曳啦。咁最尾 OKC 夺冠，嘩卡咩佬啊，卡咩佬係 FMVP 嘅，佢去咗 OKC 打波啊。咁啊总结一下呢一期嘅视频啦，无疑嘅话呢两个人都係超级巨星嘅，只不过係因为球队实力嘅原因呢，Westbrook 嘅个人奖项会少好多咁样啦，但係入场嘅话呢基斯保罗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啦，我就觉得 Westbrook 入场啊打得是比较合理的，该传的传啊，咁啲三分波的话咧，该射就射啦，依家有伤啊，所以三分波咧变成咗私家嘅，咁其实都已经系练咗出嚟噶啦。OK， 咁今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啦，咁啊关于呢个巨星上错身嘅系列咧，大家仲有咩意见呢可以留言嘅，我中意嘅朋友记得多点赞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